你没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咱这门拢关了，阿雄用这个门拢关了，伊家己拍开，拍开，啊有看一个乌影，飞出去。咱定定的财神爷怎飞出去？所以听讲，咱这敦和宫的财神爷是咱全台湾上界大尊的财神爷。不是哦，咱财神爷吼是全世界上大尊的黄铜做的财神爷，啊，即马坐伫七楼上，162尺。162尺，莫怪是全世界上大尊的财神爷，都是大咱敦和宫。哎，注意是写当麻烦你讲一下咱敦和宫财神爷的行为甲灵感的故事。咱财神爷就是咱只下庄啊，李元公吼，因伫363年前吼，啊为大陆漳州府滨河关遐请过来，啊请来台湾的时候，迄阵有请财神爷的金星甲印，啊金星就请来伫咱敦和宫做安座，啊印就是伫乌日玉块雕林宫遐。吼，因遐参拜，啊，所以咱甲乌日就是兄弟啊，宫，因逐年拢会往行为乌日行来甲草屯屯河宫，吼，啊来来遮回乡，吼，啊咱遮财神爷是神机，非常的显赫啦。听讲是有求必应，哎，啊，伊是安那有求必应，会当请咱注意，帮咱讲哦详细。你譬如讲，像迄早期的基山吼，一个做单纯来，伊做生意，啊，伊阵做了无好，啊，就听一个听讲做到要走路啊，我听朱伟讲，啊对，要走路啊，就是听一个相命先解指示讲，啊，你就是啊去拜一个财神爷，啊，伊嘛迄阵啊早期网络也无发达，爱先啊找来个遮，无伊就搁探听，探听讲啊有一间敦和宫。爱来遮拜个财神爷求了，请一尊财神爷登因遐，结果生意做得非常的大，啊，赚足侪钱诶。所以咱财神爷吼，你有求必应，伊是掌握五路财神手，中路财神，伊下底有四个东西南北中的财神，掌管各方的财富。吼啊，咱来信者然后诚心来甲祈求，伊拢会互因平安事业大发展，吼啊，大家大发财。尤其是吼，大即卖经济无讲介好，这个时代吼，更加需要吼，咱财神爷来帮咱加持，来庇佑咱，可咱吼关关难过关关过啦。咱真侪信徒吼，啊拢来遮参拜，啊咱阁有咱的600块的发财金吼，伊会使诚心咱要就咱的发财金，甲财神爷祈求，可以等于做事业吼，可以年年发财，啊阁会帮助你事业。损失，来求的人哦，每一个人都很感受很多啦。龙宫设立是改变人生的钥匙，你拥有了吗？龙宫设立磁场强大，如果你带了会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噩梦，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。龙宫设立很神奇，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，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，专属于你的防护。这就是龙宫设立迷人之处。初期佩戴一些不适的症状，不要怕，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，不舒服呢就拿下来休息一下，反复几次呢，慢慢就能适应了。如果体质敏感，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，睡不着，请再多给一点时间。通常佩戴后呢，睡不着的人很少，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。全家大小驱邪避凶护身，居家外出常备，提升小孩专注力，让小孩聪明乖巧有人缘，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，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2A570903，2A570903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哎，注意，我听讲吼，咱迄个921的时阵哦，咱这个全世界上个大尊的黄铜做的这个武财神吼，伊竟然吼好好啊呢，拢无去家去，是不是？咱请注意帮咱讲者，咱921伊是安那躲过这个921这个大地震。而且呢，我听讲吼，伊都显化成为灵感哦，都救足侪百姓。咱是82年吼，咱拄啊安坐入会，啊88年921地震，啊迄阵啊，咱拄啊89年是咱安坐咱七楼上悬迄个黄铜座吼，大尊的财神爷162尺，迄阵啊请的法师哦，是用迄上大的吊车上大台甲法师。吊起你个面顶开工，吊起你面顶替财神爷开工，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代志。啊，咱嘛财神爷庇佑嘛，
平安顺时啊开工典礼完成。啊，咱我讲到地当就是，迄面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咱这门拢关了，啊，向阳庙门拢开，庙门开去，伊家己拍开，拍开，啊，有看一个乌影啊飞出去，啊，所以你比如咱，你讲咱面前这个战士啊，啊飞出去，飞出去，啊，咱这个太平路这个路西这边吼，咱这的百姓大家拢真平安。啊，路东遐吼，都有小可有厝了倒去啊，但是还好。所以是讲，就以迄暝，咱定定的财神爷怎飞出去救这百姓？嘿，啊，甲咱这百姓拢护甲足好诶，咱像财神爷护掉，这拢大家平安。听讲迄暝吼，财神爷迄个双手怎塌掉诶？哦，这才真诶，无亲眼所见，你真诶无法度相信。咱财神爷这么有行为，这么有灵感。是啊，听讲吼，咱这个财神爷伊毛显化灵感来帮助过你，啊是什么款的行为灵感的故事是咪？请姐啊，你来分享，和咱这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。有呢，以前咱这庙阿未遮大间的时阵啊吼，有得扣定钱，啊用跋路主跋富路，啊迄个时阵咱家己有一间工厂，做了嘛无足顺呢，啊那会遮拄好财神爷可能遮照顾。做了无顺，啊无点咩走路啊？无走路啦，都无订单啦。无订单，啊大厝的嘛唔知咩安怎？嘿啦，啊所以来紧来祈求咱迄财神爷，喊斗三工。嘿啦，啊都拄啊较好，有跋到咱的富路，啊咱请回来服侍了，是哇工厂都特别顺起来啊。是吼。做了就来订单，直直来，直直来安尼吼。做个手丢金，算钱算到算袂赴。无啊夸张啦，有啦，做了足顺的安尼吼，无咱的财神爷对唔到啊吼。是。所以真的不错啦，所以我直接来拜财神爷啦。啊，咱最近哦、喔，最近了吼，咱的孙本来读书足繁忙的，啊嘛改讲较常要来遮财神爷拜拜，啊嘛咱遮嘛有拜文昌吼，文昌帝君。然后今年考试都会考，考了嘛袂歹嘛，考到。考到一所理想的学校呢，算咱财神爷，唔啦吼，会当保庇咱吼，赚大钱。连囡仔吼，读册很慢呢，经过咱财神爷的加持，嘛会当考第一名。我跟你讲，还佫有嘞，有你若厝内底若袂平静、袂啥，身体无好，来遮祈求一个，回去拢健康啦。我拄仔听主委讲吼，咱有迄个敬茶，也是讲迄个斋水，是不是？饮料吼，竟然会当饮料。心态变健康，心诚则灵啦，心诚则灵，嘿啦，心想事成，嘿，咱都是爱有诚心，咱来拜拜，安尼。无灾可人命报有三种方法：一、烧好香烟供补财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来补财库；二、布局补财。用聚宝盆放在你的住家或办公室的财位，也就是造生机，增加财运。三、佩戴奇门遁甲，例如龙宫设立，玉佩、水晶，根据八字命盘造后天财库。来看你适合哪一种的幸运物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你今日帮新棉布 SK Two 吗？董尚带头玩的好香好香，帮新棉布 SK Two， 你敢买啊吗？小好用，好新棉，又更有光彩。公菜主人的要求比你有看过吼、哦，手工做的香的过程吗？虽然搞工搞时间，但是真的真水。董事长带头玩的香，根植手工制造，阳光日晒，严谨的工序，一点也不马虎。董事长带头玩只卖天然的香。感谢吼、哦，董事长带头玩的粉丝对董事长带头玩我的支持。我吼，大刚吼天天爆赞，要未买过董事长带头玩的，好香好香，赶紧来买，用鬼弄来公赞，买好香闻好香，找董事长带头玩就对了。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。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后野生技坚持手工制香，后野香让你秒变好野人的后野香，168支后野香只要1580元，催旺您的财运，让您当个好野人。想当好野人就来点后野香。要购买的朋友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您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